拢无同。梦里的梦是泡有梦，梦醒的时阵为何为何找无你的人？你是走倒差，是像草的人家家，哈哈。梦里天上是阮希望，梦里不通害我来两戆工，梦里的梦不通变成空。梦梦啊梦，我也真空，我想袂无半项。你是走倒场，你是走倒场，亲像草命人家家。啊哈，梦里的梦是阮远方，梦里不通害我来了梦工，梦里的梦不通变成空。哇，这个唱到我都想要跟着唱了哈！哎，真的，梦里的梦是地球旁，而且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哦，有舞裙在上面，子虹老师不看的，真的，他从头到尾都在看彩莲小姐，彩莲姐有气，太有魅力了，哇！你挂舞台魅力呀、啊！哎呦吼，来雅文老师请讲评，我来念一下，你这两个不好住啊，真正呀。你的介绍妈妈出来安尼用遐安尼名词哦，其实我感觉基因真的很妙哎，原来你两个是生着妈妈嘞，哦，妈妈的火药还有妈妈的那种热情是隐藏不了的。然后他虽然是点点啊讲点点啊讲，但是对出现一种乌社会，江湖气。然后呢，忽然间就佫出现一个那种就妖娇的那种模样哦，那个眼神，那个动作。我感觉实在是母爱有够伟大的，恁后生干那安尼凊彩第一手机啊，你就甲骗，甲无臭肉香味安尼。然后那个孟贤，你也给妈妈一个很大的功课，还要唱跳哎，而且他还要记得舞步哎，这个太难了。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哇，你这一家伙真正讲哦，那无好嘢，真正无可能的代志。真的太厉害了，以后真的要带妈妈出道了、哦、是真的带妈妈出道，就从今天开始妈妈就出道了、哦、接不完的 case。 谢谢老师，加油，谢谢。我们请子虹老师讲评。哇，那个彩莲姐，子虹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说你叫我姐姐我好不习惯呢。是真的吗？难怪妈妈给我眼睛的工位中卷舌哦。对啊，卷舌，每个字都要。子虹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对啊，我说你这两个儿子真的太厉害了。嗯。那为什么？谢谢。我今天才知道说原来是你厉害。没有啦，他爸爸也是很厉害哦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OK。真的，爸爸厉害，只有你知道。欸、你咧讲话，那纯爱美术拢咧甲子虹老师教安尼啊。不是啦，他爸爸在口才、oh. 而且他爸爸也是很会跳舞，他扭得也不错。哦、oh, ，这样。哎、okay. ，而且他以前一看在那唱歌啊，被也用口技。啊、oh, ，真的吗？口技啊。哎，玩这优质的节目呢，要喜欢，哎，阿弥陀佛，用悲哀声，悲声就是口技啊，口技啊，对。你两个可你想什么播前去？啊。好老师，我讲袂落去啊。那个彩莲姐真的很厉害，厉害，谢谢老师，比较放弃。哎，吴小妹，好，恁两个有对无？无，有那个嘛，我们很会唱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时候我们也很会唱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嘿嘿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我突然觉得这妈妈不是妈妈啊，是一只猴子。你知道孙悟空啊？只要拔两根毛，就会复制两个人出来。
就是给我这种感觉。然后今天呢，今天不管谁赢哦，啊，就是你们回家怎么撕裂哦，其实赢家就是你。嗯嗯啊，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是有一个画面很特别，就是那个孟贤不是抱着妈妈吗？是最后那个画面。对，我突然觉得哦，那个不是你妈妈，是昭伟。我抱昭伟啊。对，就是我突然就觉得说啊，很像，怎么会像成这个样子？